孩子咳嗽不能吃八种食物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玲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。一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刺激性比较强，会引起咽部不适，加重咳嗽。二、寒凉的食物，如冷饮、雪糕之类的，这类食物会刺激呼吸道黏膜，引起咳嗽。三、甜食，如糖果、蛋糕之类，这类食物都比较甜腻，容易生湿生痰，在咳嗽的时候是不建议吃的。第四，鱼虾海鲜之类，这类食物常常会引起过敏，对于过敏性咳嗽的患儿来说是不建议食用的。五、太酸的食物，酸性收敛，太酸的食物会使得肺气不得宣发，导致咳嗽迁延不愈。六、热性水果，如菠萝、芒果之类，大多数的咳嗽都是由肺热引起的，在食用这些热性水果也会加重咳嗽，同时这类食物也容易出现过敏，所以在咳嗽期间是不建议食用的。七、坚果类食物，如瓜子、花生之类，小孩子食用这类食物经常会出现呛咳，如果不小心呛到气管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在咳嗽期间是不建议食用的。八、太酸的食物，太酸的食物也会刺激我们的咽喉，加重咳嗽，所以在咳嗽期间也是不建议食用的。以上就是八种在孩子咳嗽期间不建议食用的食物。